快点，香肠在等你了。后面有人追上来了，快点，香肠在等你了。加油！为了吃这个香肠要骑四个半小时啊，好累啊！这根香肠要骑四个半小时。可以可以，我们干嘛跑？快点去下坡了，对不对？奇怪，没朋友，怎么奇怪干嘛？哦，香肠。哎，吃了没？我都在这边等他们，怎么没朋友？吃过了。你是等他们付钱才要吃吗？还有在吃吗？对啊。那个一百二十，要等哦。好啊。哇哦。对。哦。来，谢谢。不吃不吃的。好，十个好带过来呢，好吗？好。好，谢谢。早点下去，可以去买卤味。哇哦，茶叶蛋。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Oh my god。妹妹，好，我今天我咖啡出去。哎，这个白米够谁做？很好玩啊，我。哦，太棒了，刚好放。访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香肠巧克力的口感如何？赞赞赞赞，要直上来才有这种口感呢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要先吃香肠还是先巧克力，还是随便？先吃香肠，先香肠一口，然后再放巧克力一口。好，但巧克力才融化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OK， good， 好，感谢您的分享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。要布掉。